地宣布周杰伦加盟好莱坞人气动画《功夫熊猫三》，担当零猴中文配音演员后，昨日由周杰伦及爱徒派伟俊共同演唱的该片全球主题曲《Try》 MV 也首露真容，师徒二人也合体现身北京为新作宣传。多日不见，我们的小公举周杰伦不但留起了络腮胡子，秒变大叔，身材也略显发福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幸福肥吗？看来晋升奶爸后的周董要走熟男路线了。众所周知，周杰伦的音乐精髓就是咬字不清，不过此番为《功夫熊猫三》演唱主题曲，对于他来说却是不小考验，不但首次操刀监制动画电影主题曲，还要极为罕见的用英文演唱，话说这将是怎样一种体验呢？小编这里就带大家先听为快吧。因为你知道，有时候跟他唱的时候，大家会觉得说，哎，到底是谁唱的？所以，大家仔细听的话，其实那是我的声音，对，他在帮我合音，对对对。那有些部分是他。哎呦，不错哦，难得听到周董飙英文歌，小伙伴们是不是有点小激动呢？